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彩妆师君妮。有没有觉得今天的开场很不一样呢？叫什么？我们祝大家新年快乐。今天这一集是跟大家分享，大家在新年期间可以画的一个清新的妆容，也就是我脸上这个妆。我们两个妆其实是一样，但是口红的配色稍微有一点不一样。今天这个妆容是可以在过年期间画出去的一个好人缘的一个妆容哦，就是别人看起来会非常的舒服，可是该有的立体感还是有帮你做到的。如果你想知道怎么画这个妆容的话，就一起看下去咯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请先确认你已经追踪我的频道，给我支持咯。
今天的影片分享就到这里结束咯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彩妆风格，可以在下面追踪我的 IG 哦，那也不要忘记追踪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分享给你的朋友们，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咯，新年快乐，拜拜拜拜。